纤细制服妹这样的可爱男生抵挡不住了。图片来自莫秋风 MFT。 今天这篇纤细制服妹要来跟大家分享正妹照啦。话说最近我在网路上看到有粉丝团分享一位超优质的美少女出来，坦白说当下看的我是老路乱撞，血压都快飙高到150了。这让我想起有部电影中一句台词说得好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优等就有人引用错误 XD。 所以今天秉持住推广的心情，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。原汁原味的内容在这里。图片来自莫秋风 MFT。 今天图中这位制服美少女是来自香港的山田雨耀子，基本上她推特微博跟 IG 都有，不过照片似乎有整理过，感觉一张一张并不齐全，前面一半的内容主要来是来自摄影师莫秋风 MFT 这边。看样子这位大大真是挑到了宝，仙气如此逼人的美少女当女模特，感觉肯定很不一样。图片来自莫秋风 MFT。 图片来自莫秋风 MFT。 重点就在这一组了，人可爱就算了，还多了双马尾制服还有膝上袜的加持。我是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了，但叔叔我对这个很没办法，投降了。图片来自莫秋风 MFT。 图片来自莫秋风 MFT。 图片来自莫秋风 MFT。 图片来自莫秋风 MFT。